今天呢，我们要学康轩的三个注音符号和课文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看课文、词语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学康轩第六课《黑狗跟黄狗》。我们会学注音符号 h、o、n，还有读课文。好，准备好了啊！好，跟老师读课文。六，黑狗跟黄狗，黑狗跟黄狗躺在草地上，黑狗耳朵长，黄狗尾巴长，它们都爱晒太阳。讲故事喽！天上啊有个太阳，好热啊。然后呢，还有一只黑狗，黑狗的耳朵呢特别长。这是黄狗，黄狗的尾巴特别长。它们两个呢躺在草地上晒晒太阳，跑跑步，好开心。好，我们把课文再来读一次。六。黑狗跟黄狗，黑狗跟黄狗躺在草地上，黑狗耳朵长，黄狗啊尾巴长，它们都爱晒太阳。好，下面呢这篇课文呢有国字版的，请你看啊，我们都要从上面读到下面。从右边读到左边，再来一次。六，黑狗跟黄狗，黑狗跟黄狗躺在草地上，黑狗耳朵长，黄狗尾巴长，它们都爱晒太阳。什么叫晒太阳呢？就躺在太阳底下晒一晒。好，两个词语我们学一学啊。跟我说，黑狗，看这只狗是黑色的，所以叫黑狗。黄狗，因为是黄色的，叫黄狗。还有像灰狗啊、白狗啊、狼狗啊、野狗啊，好多词。好，再跟我说尾巴，你看这只小猴子尾巴好长哦，说尾巴。好，再跟我说耳朵。大象的耳朵看到吗？好可爱，是耳朵。太阳跟你招招手，你也跟太阳招招手。太阳早上好，是太阳。这个叫做爱，这是邓老师的照片儿，上面有 "I love you more"，爱的意思，像爸爸爱你，妈妈爱你，大家都爱你。好，再跟我说草。地，草地，草地上还有蝴蝶在飞，这个叫躺，看到吗？这个人躺在草地上，趴在草地上了。好，我们这堂课呢会学三个注音符号，跟我说喝水，喝水，喝喝喝，喝水，喝水，喝喝喝，打针，打针。嗯嗯嗯，海鸥，海鸥，哦哦哦，海鸥，海鸥，哦哦哦。好，第六课你要掌握三个注音符号，还要会朗读课文。今天就到这里。